回家了，我俩今天买了点肉菜，还有年货。我看，来吧，走。这买的啥呀，大包小包的？妈，我买点年货。东西真不少啊，留过年吃吧。留啥过年呢嘛？这两天不叨咕嘴里没味儿吗？咱今天整点火锅吃。再整点烤肉呗，上回整的没吃够一点。行，买不少肉呢，咱今天就吃烤肉火锅。先把这虾倒出来，这虾还活着。你洗菜吧，我切肉。行吗？妈，我切肉啊。你切吧。来。你切，我去整菜去。来。切完放在盘里，这鸡翅改个刀切腌。切肉得强叉切是吧？对，顺丝切不行。妈，肉切完了，这切这些够不够？够了，这些装在盆里头，一会儿切点那个圆葱香的，把它腌上它，这点给它装盘里头，留吃火锅。那剩那块肉，妈你就冻起来。嗯。牛肉放点圆葱和香菜，再倒点料酒，放点生抽，省放点淀粉，再放点油，戴上手套给它抓拌均匀。牛肉拌好了，我放那块腌着，再把鸡翅再拌上，放点圆葱和姜，再倒点这料，放点生抽，放点料酒。鸡翅腌完了，我把它带上，搁这块。姐，你洗菜了，我把那个麻酱给我卸。行，够不够水卸啊？那行，不用。菜摘完了，给它洗洗，多洗两遍。我给你麻酱和咋样了？快了，这玩意儿不快了，你放多了。啊，放多了。我煮个饭。今天还用这个多功能料理锅，简单方便。这肉腌好了，把它倒盘里面。我切点葱花，你们往屋端，不是开饭。端那了，我倒是。今天我跟我姐夫，俺俩就主要负责烤肉。行。调到烤肉模式，这锅热得快，不用调那么大火。姐夫，你倒油，我往里边下肉。好了，就来点油。我又放个红火，你直接就直接放就可以。嗯。搁肉往里烫，哎，对，对对对，中间是加热区，两边是保温区。多下点儿，多来点肉。这油是不是多呀？这热的可快了，这个。这香味一下起来了，哥。放两鸡翅，放点。你整点鸡翅。嗯，好吃。肉可嫩了，是吧？嗯。你们多吃点儿，看这锅烤的多快。多吃点啊！这啥肉？这锅没有那么多油烟，真不错。多吃点啊，爸。啊。好吃。烤肉吃完了，我把这炉盘擦擦，一点也不沾锅。擦完放一边儿，换身锅，咱们吃火锅。调火锅模式。多往里下点，这锅够大呀、啊。多往里下点菜、啊，我跟你爸俩都愿意吃菜。放两块冻豆腐。这冻豆腐挺好吃，挺长的。一咬一股水，那玩意儿。嗯。这冻豆腐细吗？嗯。
我再给你们下点菜。行。这边肉够了哈。妈愿意吃菜，我下点。不是，这白菜。我吃点白菜。啊，你看这锅能烤肉，能涮火锅，过年用它正好，是不是？嗯。隔三差五咱就整点。往家。往里整整。就开了。嗯。菜放平安地方。我来换个肉。你把那凉了呢，你那吃可烫，一股热水。你把那水往出挤的，冻豆腐一舀一股水。你不挤水，人家那么湿，还不烫吗？行。可细了。我就愿意吃冻豆腐，熬汤也好吃。